来超市必逛这一排巧克力，这整排巧克力买起来，还要买一些喝的，可以泡的，他们茶也很有名，跟中国一样都是大茄子，然后这不知道什么东西。这个超市啊，你出来的时候收据要让他看一下，我超便宜的，那个一包饼干啊才台币15块而已，然后你可以用美金，他会找你卢比。这些买起来是卢比1073块，那乘以0.4多，好，就是等于台币，所以还蛮便宜的，不到500块这些东西。然后这个还有酱，还蛮特别的，我回国再开箱吃吃看。然后这个聪明饼啊，听说还蛮多人推荐的。然后这些巧克力呢，其实也蛮多人推荐的。那巧克力基本上算是热带出产的东西，所以应该还蛮不错。然后我还有买这些茶，然后它是粉状的，可以直接泡，然后它还有优惠，就是直接送一个瓶子给你，1073块。我们可以看一下收据，那个你坐在里面了，就坐着还是站着？没有，你要买票，挂很多人。不管是你站着还是坐着，如果你坐在车顶上是免费的，就不用买票啊。啊，如果你挂在外面，就是要半价。挂在外面半价，车顶免费。没有什么那个包吗？这些车就看到很少啊。因为有钱的人呢，他们也是那个白天不敢要开他们的比较贵的车啊。就晚上是下班，然后要去那个酒吧还是什么，那所以要开比较贵的车。不知道就怎么可以那样还是什么？他在家里要帮，可能被其他人会那个偷走。哦，印度的那个偷东西的事情很少啊。为什么带那么多金饰？是因为她要把她老公的一些钱换到她身上，因为老公死后钱不会算她的。他们不算男生也不算女生，但是他们不是那个中国的台阶这种嘛。中国的台阶是那个有人弄他这样嘛，但是他们是天生是这样。因为印度很多家庭啊，就乡下的家庭啊，爸爸跟那个女儿要生小孩，妈妈跟儿子要生小孩啊，所以他们有时候只能生这样的小孩啊，就会发生这样的个第三性恋呢。因为这种第三性恋呢，他们从天生没有什么任何的生殖器官的，然后他们的身体很奇怪啊，他们的身体的有些部分是男生的，有些是女生的。比如说要胡子会出来啊，但是有些地方是那个女生一样的，所以我们就叫他们那个第三性恋。然后他们也没有权利要投票，然后我们的人口里面也不会算他们，因为台湾也不算男生也不算女生了。对，他们是那个没有什么工作的机会嘛，所以他们就这样那个要饭啊。然后很多人要那个说，就是如果他们要住户啊别人啊，就会带来好运的，所以他们在路边呢就这样是那个要住户你，然后大家会给他一点钱的、啊、就大家觉得是如果要给第三亲人一点钱，就是一种那个道那个道德就是功德啊。所以这个是印度有一个名。离开德里啊，就开始加装窗帘啊。气候到外怎么办呢？他就是要包头巾啊。所以呢，那时候有跟政府说，我已经有我的神保护了，所以我不需要戴安全帽。可以哦，不用戴安全帽。而且他的头巾是没办法拿下来的啊，你也没办法再做更大顶的安全帽，就不安全。所以呢，锡克教的人骑摩托车是没有在戴安全帽，颜色可以依照自己的喜欢戴不同颜色，没有说特别说要什么颜色。对，就大哥有，所以印度人都需要那个习惯要吃那个槟榔嘛，然后那个第二是印度那个香烟比较贵。如果你在印度要买那个最便宜最便宜的那个香烟呢，一包就是差不多150块台币左右。
香烟，这那好几种啊，它是这个还是槟榔？我这个是香烟啊，对对对，对来来，这样看这样拍下边，不要全看到，就那好，这个是槟榔，提矿买，就拿很近闻，拿很近是不是有点味道？哦，那闻一下，淡淡的味道。印度的假人蛮有趣的。就是前面那个是司机，然后后面那个是司机小弟，然后最右边的是导游。我们车上啊，你会发现司机他们并没有在吹冷气的，有一个门隔起来。Oh, thank you. 他会帮忙点字。今天开始都是自助餐了。疯狂的吃咖喱吧，一堆甜点，我们看一下里面这些是什么东西。没有 ，my， 其实他们鱼还蛮好吃的，说。这咖喱鸡应该还不错。来哈，左边也可以走，右边也可以走，好，不用一定说要哪一边，他们的话在这边哈。他们的饭不太一样，非常的凉，有颗粒。好，全都来试一下。这咖喱也还蛮咸的，然后这其实是羊奶 cheese， 然后这绿色还不错吃，味道形容不出来。然后我还有加一点那个椰子的酱，然后它那个酱有点辣辣，就跟东南亚的味道是差不多的。然后这个就是西式料理，就感觉还可以，还不错，只是面带有一点辣这样子，这个炒面。这是印度的抓饼，还不错吃，但是太焦了。然后我们今天来再试一下其他的样式，咖喱鸡还不错，然后这个鱼。没有像之前的那么好吃，不推。但是这个绿色的东西我觉得还蛮神奇的，它是用绿色酱然后勾那个玉米，蛮特别的。因为我个人很喜欢吃这个类似绿咖喱的东西，所以就加很多。汤的话还不错，就很普通啦。还有饭后甜点 ice cream。然后他们的优格是咸的，然后配料就是这些。它优格本身也是酸的，然后配上这些咸跟辣的东西，我觉得我比较吃得下去。我真的无法吃酸了。
然后旁边这个是甜点，就像什么枣之类的煮过，然后加一些甜的东西。这是印度的第二碗，但是我们吃饱饭就进来了。浴室还蛮大的，然后窗外的风景应该还不错，我们看一下吧。嗯，对，荒郊野岭。这边他们要买这些衣服啊，还有这些包包是比较便宜的啊。对于经济状况的话，没有那么好的这些人，那他们要过来这边就买东西了。啊，那一定要帮我们送，赶快送。如果他这边可以停车的话，啊，但是你没有那个。他有跟你讲，饭店的下楼下有超市。但是你那个可以买。进饭店也要过安检。这是下面的，那边的。饭店跟商场是一体的。印度的饭店，整体来说不错大。印度早餐没有什么可以吃的，只能吃甜的面包。